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耗子，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这期视频呢，和之前的视频有这么一丝丝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是我们全新的系列，叫做奥特展示。在这个系列中呢，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奥特曼系列相关的周边产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专业啊，希望大家也能对我们多多提意见。好，那我就闲话不多说了，直接开始本期的视频。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奥特曼系列55周年限定密钥。好了，这个呢就是奥特曼系列55周年限定密钥。我们先把它打开，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开启声音吧。哎，我怎么还听出了一堆怪兽的叫声？你们能听出来都有哪些怪兽呢？长按这个按钮呢，可以切换声音模式。啊，已经切换到声音模式了。目前这个里面一共收录了4种音效啊，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好像和第一个开启的声效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少了怪兽的声音啊。下面呢是第二个，这个好像是初代奥特曼的呐喊声。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洗袜子的。下面呢就是第三个了，第三个呢是8分光轮的声效。下面呢我们尝试一下最后一个声效。最后一个呢是初代奥特曼彩色计时器的声音啊，一共是4个声效。这个呢也是可以和特雷迦奥特曼变声器进行联动的，但是啊，我现在的变声器还没有到货，别人已经玩烂了的东西，我现在货都不知道在哪儿。预计呢是本月底就到货了啊，所以在这边呢就给大家不做一个展示了，等我的货到了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展示吧。哎，等一下，但是我今天到了这个东西。我们先打开看一看吧。特利迦奥特曼圆环之臂啊，这个呢也是可以和55周年限定密钥进行联动的。今天呢我就不做这个的详细展示了啊，因为详细原因大家也知道啊，那3个密钥还没到，如果那3个密钥到了再给大家做这个圆环之臂的详细展示。今天呢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奥特曼系列55周年限定密钥的联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东西，现在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千万不要惊讶啊。迪迦奥特曼真骨雕，大家千万不要慌啊，迪迦奥特曼真骨雕呢我们会放在下一期视频给大家做一个最详细的展示。哎，先不要骂我啊，因为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展示的还是这个
奥特曼系列55周年限定密钥啊，我们真骨雕呢会放在下期视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展示。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视频你还想看到哪个奥特曼的周边？欢迎大家留言到我的视频下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赞，给个关注吧，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了，拜拜。